将近两年的时间。很多人说今天新书发表有没有请一些台面上的政治人物，我说我没有邀请，今天真正的主角是我们在场这12位平凡的小人物，但是做出非常伟大的故事，而且一直不停的在做，请大家掌声鼓励一下好不好？谢谢大家的热情掌声，给我们这12道小小的微光，台湾的每一个人，现场的在座的每一个人，我们大家都来当韩先生的小微光，大家好不好？谢谢，来我用一下，非常感谢，所以我今天谢谢，抱持了感恩的心、祝福的心与打气的心。我想我们今天既然又是过年，大家这么快乐，也有高雄、台南、台中、花莲的朋友来现场，还有我们台北地区，我们先唱一首歌好不好？哦，这首歌是我们每一个人都会唱，就是我们当好朋友见面带来无限的欢乐，这条歌叫当我们同在一起，好不好？好啊，我先来发一个音，好，让我们把快乐、良善、阳光的正能量借着这个歌声，好朋友相聚一堂的欢乐会荡在大安森林公园的高空，好不好？好，我来发音哈，当我们同在一起，预备唱，当我们同在一起，在一起，在一起，当我们同在一起，是快乐无比。你对着我笑嘻嘻，我对着你笑哈哈，当我们同在一起，是快乐无比。谢谢，让大家请掌声给自己好不好？好多人都说谢谢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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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我结婚了，我已经结婚了，谢谢，谢谢大家。好多人都说台湾最美丽的风景线就是人，各位好朋友，这一段时间我不管在台湾或者在海外，好多支持者抱得我充满着忧虑，充满着感伤，充满着愤怒，更重要，大家都表达了担忧，每一次都说台湾怎么办，台湾怎么办，未来台湾怎么办，海内外好多人抱着我眼眶泛红，已经过了2年还是一样非常的忧心，但是我想在这里郑重呼吁一句话，台湾的希望不是在政治人物职务的高低，台湾的希望在于善良的人民、草根的力量、基层的热情，对不对？对。